Ok cha. Mình tại cái cứ start lại chăm bằng cái này à xin sang cái trong bài. Sang lại tại cái ý bị lắng cái sim. Sang lại khai sĩ lắng cái chị này cái này chính bài chân này. Sang tại cái lại thảo cái chị này xuyên cháu và thật chỉ tại cái lại hồi ứng.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到上主前，因他已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并挪去我们的过犯。主已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已成新。身为新造的人，我们来敬拜那爱我们的主。让我们起来以实力祷文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万人中成为分别为圣、被新召的人。也愿主帮助主我们成为福音的中心的使者，让我们放胆传扬基督耶稣的救恩，让更多人能够在基督里面与你和好。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赞美飞扬。心向神敞开，因为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那小子的歌不会出声，让你用那个歌声来学咯，让你上帝。
下来哦罗里生命我未亚求你永远无改变我主耶稣求你来充满我恩我我吹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敬拜你圣名。我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敬拜你圣名。出声来俄罗斯生命我未亚求你永远无改变我主耶稣求你来充满我我无我罪敬拜你的圣名，就不让小弟轻轻听，好，我会听到人主耶稣爱甲人讲的话，我会听，就是咱的大读者。
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的同在里面，来敬拜你，来颂扬你的名，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主啊，你时时刻刻都在看顾着我们，你时时刻刻都以你的同在围绕着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谢谢你。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祈求主你保守我们复建中文堂的施工。主啊，感谢你在五条路兴起这个五条路的社区中心，使我们能够透过五条路的施工来接触在五条路的居民。主啊，感谢你在这段新冠肺炎继续肆虐的期间，你让我们五条路中心能够继续有实体的活动，我们能够有补习班，我们能够有这个 Joyful Hour 这个儿童的施工，我们能够有门徒训练班、洗礼班，我们能够有一个月一次的这个福音的崇拜。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透过如此的方法来到服侍你。天父上帝，我们要特别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复现堂的事工。主啊，你让这些事工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发芽，能够结果。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每一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无论是孩子，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老年人，主啊，他们都能够有机会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都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与爱他们的天父上帝建立关系。主啊，让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认识永生神，能够获得在基督里的永生。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保守每一个来参加我们五条路活动的人。主啊，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新冠肺炎的侵害。主啊，来让每个来参加活动的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来，健健康康的回去。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个在五条路服侍的人来祷告。主啊，我要纪念George Elaine， 纪念辉兵，要纪念Annie Bobby， 要纪念David， 我 Doug Choi， 还有一切在五条路服侍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主啊，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够晓得如何接触这些的五条路的人。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服侍的，都能够造就在五条路的居民，让他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的灵命得以成长。主啊，让你的名得荣耀。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事工。主啊，让我们这个事工能够在这个社区成为光和盐。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我们这里的活动，让更多人能够被吸引来参加我们五条路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聚会。主啊，我们要再次将五条路的事工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保守。天父上帝，在这里我们也要为我们每一个复建堂的弟兄姐妹们来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圣灵来赐力量，赐勇气，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能够透过主你给我们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能够劝我们身边的人来与你和好。主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此宝贵的福音，如此宝贵的好消息，主啊，让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来对待，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把这个好消息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让他们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能够与你和好，他们能够在主你里面与你建立关系，他们能够获得永生，使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主啊，他们能够与我们一同进入你的国度里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
从开始复建堂以来一直到如今所做的每一样事工，主啊，求你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凡是为你名而做的，都求你保守，直到主我们与你面对面相遇的那日。主啊，让我们复建堂能够，我们复建堂的人数能够日渐的增加。主啊，让我们能够很积极的把我们身边微信主的朋友带来我们的崇拜当中。主啊，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能够与你建立关系。主啊，帮助我们每个复建堂的姐妹都有这个传福音，都有这个做福音使者的心智。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刻，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国家交托在你手中。尤其是我们知道，在4月1号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 border 将会再次的开放。求主你保守我们，主啊，在这个疫情上，在这个严重的时期，主啊，你让这个疫情，让这个边界的开放不会影响到疫情的严重性，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天父上帝，求你赐智慧给我们国家的政府，主啊，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聪明智慧来到面对因为这个开放边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天父上帝，我们也祈求你继续以你的大能使这个疫情变得慢慢减轻。主啊，你把这个每天患上新冠肺炎的病例都能够使它下降。主啊，让我们身为你的子民，我们能够看到你如何怜悯我们的国家，你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到医治我们的国家。天父上帝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国家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国家，也求主你的医治临到每一个患上新冠肺炎的人，尤其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有哪一个亲戚朋友家人有患上新冠肺炎的，都求主你的恩手临到他们，医治他们脱离这些疾病。主啊，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来见证你的医治大能。主啊，再次我们要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有一切都要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与看顾，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以主导文作为结束的祷告。君在天的下面，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到成。你对你亲手的天你所着用的比牛，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手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得予阮丢着试探，求阮脱离歹，因为国愿恩光拢是你的，交代代心清所愿。阿门。各位兄弟姐妹，让我们以光照祷文来祷告。主，我们渴慕让你的话语所陶造，愿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好让我们能够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被你的话语所更新。阿们。今天的经文取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21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话语。感恩归于神。
大家早，等来当心来做一个祈祷。请主耶稣天父，我人感谢你今日早起，予人用安尼款的方法，安尼款机会来敬拜主，来听主的话语，愿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人每一位，无论是听的，还是我讲的，求主的圣灵隆重予我人得到带领，予我人听知，听到你的信息，甲主更加来亲近，甲我人甲主的关系更加来健康，话甲我人互相的关系更加来健康。我呢，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来 share 我的 PowerPoint。大家早，今天我的题目是跟上帝和好。人要跟上帝和好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基督教第一重要的主题，就是这里是我们的基督教，还是人说红教跟别的宗教不相的，就是说我们的主张呢，就是人跟神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要有一个完美的关系。保罗在这里刚才读修理姊妹谈到他的圣经节，让我们看到一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这里这样的 motivation， 这样的动力，就是说基督的疼爱是鼓励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保罗相信说，在他的圣经跟我们说基督为正人士，所以呢，保罗在这边一个写批个哥林多的教会人讲，伊当今不再是为自己活，伊是要为主活。伊讲的每一句话，伊讲的劝的人的话，拢总是要让基督、让相信基督的人有甲上帝有这个和好。对咱多数人来讲呢，咱到拢总是希望讲，咱甲身边嘅人嘅关系是好嘅。平常时，咱嘅人分好，甚物人分好，咱也无输甲有哈甲虾米人有冤仇嘅关系，就是讲我甲虾米人无干，无管是厝内人分好，朋友分好，无咧也是伫做工嘅位，也是有某咩物件，互咱人甲人嘅关系淡薄破坏，也是无干去了，咱。通常呢，就是要有想办法，要甲迄个人和好起来。因为这里是咱的人，像个上帝和咱安尼款本性安尼款，就是讲咱就是生起来要甲人建立关系，要甲人和好。但是咱有看到，无讲甲了人是有安尼款的想法，有因为家庭伫家庭的中间，伫朋友的中间。咱时常看到咧，人甲人中间因为猫咪的事情，还是猫咪的物件加入了，伊人的关系都着破坏了。尤其是你看阿毛捕抓是当人捕抓，尤其是当人捕抓，我就是有些看到人下通交啊，就是讲哇，我这个人有的是做马，哎呀是做爸的讲。我甲这个人叫虾米名，了个系 EIC number， 了讲我甲伊脱离父子关系，还是我甲伊脱离母女关系？这里就是咱会看到人的关系咧，有时人会竞选讲咱卖人有安尼好嘅关系，人甲人嘅关系，有时因为猫咪事情，有时因为金钱。有时会因为是做虾米事情，出来物件来安尼款来破坏掉。作为基督徒，咱要永远会记，就是讲有一个关系咧，咱绝对袂使脱离，袂使互伊有破坏，就是咱甲上帝关系，就是咱甲神的关系。无管咱人甲人的关系，无管安怎就好。还是咱甲咱家庭的人咧，就亲密不好；还是翁甲某的关系就亲密不好，不好。
而是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人跟人的上帝关系破裂了呢，就是破了呢，人的面对结果就是第一批的。所以作为基督徒，人要了解一点，人要了解讲人跟上帝的关系的这个原理呢，是真的真的重要。就是讲人和人跟上帝和好呢，是人人要跟人讲福音的真的重要这个部分。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写这个批，和人知影到讲人跟上帝和好的这个道理是安怎款，人来看这几节圣经，再来了解。伊有和人看到三项物件。头一个点仔睇到就是讲，跟上帝和好的人咧，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 new creation。第二个，罪和人跟上帝关系破坏了。第三个，耶稣完成了人跟上帝和好的事工。咱来看这三点，来拆这三点。头一个，跟上帝和好的人呢，伊是新造的人 ，He is a new creation。这边阿摩写着。当咱人成为基督徒的迄阵时，咱人其实袂使讲，咱人成为是变做较进步的人了。为人来讲，哇，你成为基督徒，你想加有进步。其实进步这个字咧，袂使用伫讲呾成为基督徒的中间。咱知影，咱成为基督徒的迄阵时咧，咱是完全变成完全一个新的人。人是上帝新的创造，人有一个新的想法，人有新的律法，人有新的团体，人有新的家庭。第要紧的是咧，人的这个新的这个创造，上帝和人创造新的人，新的人啊，人跟新的关系咧是无常了，是完美了。因为安尼款，人的结果就是讲人的 ending 啊。人到最后的结果呢，因为人的这新的身份是好的，是跟上帝永远同在结果。人家读到刚才讲到十六十七节，讲所以讲对今以后无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无再安尼款认伊。那是有人的基督来，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了，拢将变成新的。这个新造的人对上帝、对人是有一个全完全新的态度。咱当今无不再对人的宽来看人的宽来见人。咱来讲看，人多数人就是人是用人的宽来做一个判断来认人，比如讲，也是有一个人去到一个 supermarket 门口，也是有人来敲门，也是你去到一个为你买物件，你看到迄个人穿了较水，也是较好咧，人都是会确定讲，哦，这个人看款是会较有信任的，有 trust 的，较信义的。所以因为那款咧，人多数人去，比如讲要去找工，还是要去 interview 的时咧，人会穿个较水淡薄，因为人会穿，人会头毛安怎款，人会装扮安怎款，会予人看到咧有一个一个 judgment 啊，就是讲伊会看到人讲，这个人是到底会可掉的人咧，好的人咧，还是无好的人？所以这边大马波罗讲，人是按照款认物耶稣咧，人就是用安尼款的人的这个看法来认物耶稣。人无成为基督徒前，人按照认物耶稣，人是通过门徒的见证，人是通过人讲的话，人是通过有时人读到的册。有时咧，当然是圣经里面讲到真济物件，会予人来认捌着耶稣，就是讲认捌着耶稣这位人，这位伫两千年前
行伫以色列迄个地方迄道诶咧人，所以咱是通过安尼款诶方法来敬拜耶稣。因为记我顶摆无信主诶时，我听到人分享耶稣诶一个福音，也是耶稣诶一个故事啦。了，我就真正奇怪了，我就是要时常咧要来看到底安怎来用虾米款诶方法来证明耶稣是一个真的人，也是耶稣做的这事情呢，真正是发生过。无咧，咱看到耶稣的做安尼这神迹，真正是发生过的。也有时讲啊，上帝做着真啊这奇妙事咧，咱通常都是要有想讲，要安怎用咱人会明白的方法来去明白。比如讲，我有看到一个documentary 纪录片，就是讲哦，咱嘛在圣经古约迄边啊，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了伊红海咧分做两边，了互伊人行。了有我看到顶摆我无信主的时候，我就是时常讲，这里是无可能听到有虾米啊科学啊，就是 scientific 的这个方法来这里来证明。了就特别来找了，了有真侪人讲无相关的物件，有讲哇，可能迄阵是风大，了吹就水吹一边关的关。但是保罗伫这边个人讲咧，人是先啊做了基督徒，就是接受了耶稣，人是一个先做的人，人无用安尼款的看法来看耶稣，就是讲人当今看耶稣，唔是看条。伊个即个伊是人个即个做法，还是看上帝咧？是用人个即个想法来看。咱当今看耶稣是甲先祖前看耶稣无相，还是看上帝甲先祖前看上帝无相？上帝还是耶稣咧？对咱人来讲，就是对基督徒来讲，不再是一个历史个即个人。不再是一个讲圣经里面告诉的一个人物，伊是一个真正的主，伊也唔是讲有时无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伊看到这个十字架，咱看到十字架，当然讲想到耶稣，但是咱唔是讲安尼看十字架，看到耶稣，伊唔是一个道，伊唔是一个像。有时咱看到啊，特别是 Adventist 的 hospital 那边，嘛是有真济啊图咯。了图有时咱看到耶稣的这个款，伊是人的款安尼款，但是其实咧真正无人知耶稣伊伫行伫世间顶面的是伊的款是安尼，是人想象哦，想看哦，啊个是安尼看了真正。真正水看了，真正舒服哦！啊，看了这个耶稣咧，哎哇，真正有平安，安尼款慈祥的款。但是保罗甲咱人讲，咱唔是安尼款看耶稣了，咱是，咱甲耶稣的关系咧，就是一个人甲上帝关系。所以咱要有一个新的看法，新的一个了解。咱当今的身份，咱甲耶稣的关系咧，就是伊是上帝，伊是灵，咱不再用这个人的看法咧来看到底上帝还是耶稣做的物件是甚物，还是咱听到要有讲，听到要有一个解释啊，要来了解上帝会做的物件，还是上帝未做的物件，无需要过去做人讲 research 啊，做研究安尼款，因为咱是新做的人，咱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有这个新的身份了，咱要安怎来看人咧？就是讲，咱当上帝安怎看人，咱当今就变做像个上帝安怎款看人。上帝安怎看人？上帝看的是得救接受伊的人，还是佫无得救接受伊的人了？上帝对上帝来讲咧，就是真好行人。上加啲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节就讲到，上帝到最后伊是安怎分人，即是讲到parables of goats and sheep 哦，山羊甲绵羊的这个分别，
你讲万变不离的面头前，一般疾病咧是对接受伊、遵守伊的这人民，另外疾病咧都唔是，就是讲无接受伊、无遵守伊的。上帝看人都是安尼款的看法，哪行是基督徒，还是唔是基督徒？所以，人一个新的一个身份，人的看人的看法咧，其实人接受耶稣以后咧，都是有了安尼款的改变。人可能无知影，但是我家己的经历就是安尼款，就是讲我无不再是讲真正看重讲到底人是虾米国家的人。啊，是人是唐人，啊是阿摩，啊是虾米马来文化，啊是虾米？人我较注重咧，就是讲到底我这个啊看人的身边的朋友，到底伊人是唔是接受主了的，啊是咧伊人佫无接受主的？人就是看了真两行看人了，就是安尼看咧。当有人讲哇，这个人做了就歹，啊是。这个啊，民族对人无好，对安尼款的看法的是，较重要的问题，唔是讲到底这个民族，还是这个人，还是这个有类的人，对这无类的人无好。第一重要问题咧，对人就是做了这个新的人以后咧，人要看的就是讲，这个是唔是已经和上帝得救了的人，还是这个？个是无上帝得救的人个，人袂安尼款看，了安尼款的想法咧，人就对人咧袂安尼款的期望，因为当人看一个人做歹事的时，还是为什么这做歹事的人，哎呦，伊个安尼好，到底啊无公平安尼款着？但是咧，人看到做歹事的人，其实伊需要上帝听，伊需要上帝福音，伊唔知。了，有时人会安尼款看法咧，人会对真啊济歹嘅事情发生，就袂感觉讲安尼款期望，因为人知影，伊人是佫唔是迄个新做嘅人，佫伊人原在是活伫最最中间，原是甲上帝分离。即就是人来看第二点，为甚物要有即、這个？为甚物要讲讲呢？就讲要叫。世间的人甲上帝和好，为甚物？当然是必须叫上帝甲人上帝和好咧，因为人甲上帝无干嘛。啊，咱来看，啊，等下，为甚物人甲上帝无干？因为罪的关系，人的罪咧甲上帝隔离了，就是 separation us from God。人甲上帝的关系咧。是破去了，咱看到这图是啊，真正有意思，就是讲左手边是人，右手边是上帝。当然，唔是安尼款简单来讲啦，但特别这是真正啊，英语讲法，就是讲，这个罪咧，互人无办法去到上帝那边啊。这就是讲，我要讲的第二点，罪恶和人甲上帝关系破裂破去。咱来看第十八到十节，一切拢种种是出于上帝，伊藉着基督和咱人甲伊和好，佮将穷人甲伊和好的这积分呢，赐予咱人。这就是上帝伫基督内面叫世间人家己和好，无将一人的罪犯归到伊人身躯顶，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人，所以人做基督的使者，就像甲上帝接着我人，就是保罗讲的，劝了人安尼款，我人替上帝求了人，甲上帝和好。所以咱看到人这个关系破裂是因为罪，免讲叫上帝性，咱看人甲人的关系都知影了，为甚物？有奴隶人，还是家庭的人，样的关系会破去咧？还是朋友的关系，就是讲，我唔系甲你做朋友，就是我唔系有只你的这朋友较好啊？为甚物有安尼款的事情？
通常就是一方面因为事情得罪了另外对方，比如说有时家庭的人妈和子或是爸和子或是 parents and children 就是说关系破坏，我们多数是看到是累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子他就是去拔胶拔个输个了就大意了，了就是关系就破坏了，因为这个子让他这个老爸还是老母真的大的这个麻烦去，了到家他因为做老爸就是要看子还是他的女儿好嘛，但是不好了他又没听，就是因为这个子对烦了这个老爸，这个得罪了这个老爸还是这个老婆，了关系就破坏了，还是比如说还是翁和婆的关系，有时小妹了不是因为猫咪事情了不同意呢，这关系本是破坏去了，了人被安怎之后那个破坏关系又都对好起来呢，人就是要将那个和一人分开那个得罪的东西让他拿走，比如说还是那个拔胶的那个子说哎呀他跟老爸认错了，然后他不只要认错，他要跟他的老爸说我对当今期买拔胶了，然后这样呢买做了，这样这关系有可能才会贯穿，我是说人跟人的关系，然后比如说有时说一个人还是 出手打一个人还是做一个人得伤，然后那个人本是要来道歉，当然呢这是人人跟人的关系，但是人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关系就破了，他要再对好好的这个时间呢第一要紧的就是说这个罪的东西，就是得罪的这个东西要有办法处理掉，就是要去拿掉，当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安怎会都对好呢，就是通常就是 这方面要跟另外一方面呢说 sorry， 通常就是两方面本有错啦，但是跟这就是一方面错的一方面跟这方面道歉人本是有看到报纸这样说这个 court case 会说跟这啦 court case 比如说哇你说我坏话然后我被输入，然后其实呢那个坏话其实是不真的变成骗话去了，然后这个骗话你被怎么来解决呢，你被那个说骗话的人来跟你道歉，来跟你说我是错了，不只是这样你被各位给人知道你是错，然后你说的是骗话来，所以人这里要把那个罪恶的那个得罪的东西解决掉拿走，人人跟人的关系该好好，然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呢是差不多相关的，但是人要知道说人是得罪的是上帝的这个律法，上帝爱人做的东西就是人完全无遵守，因为罪呢，伊和人人甲上帝无一个正常的关系，安怎人完全无爱上帝？了上帝律法呢，人看轻易，了人感觉讲上帝律法是来剥掉人安尼款，人自家做，人自己自家做物件，思想呢，人就是来讲骗话，人呢讲骗话。所以都不止这样看，人有时人感觉说人真的够，不管有时在教会本好还是在做工本好，然后感觉人自己够了，人就是看不起人，这样看这些东西都是让人人跟上帝这个关系来破去了，所以人要对上帝这边，人就是要来跟上帝说我犯罪了，就是我承认我犯罪了，不只是这样，人也是要跟上帝说
人承认犯罪了，认错了，人要答应上帝讲，人以后唔爱做安尼款嘅事情。这里就是悔改，这里阿摩就是叫做 repentance。这里悔改会加和人嘅上帝关系来更加完全。但是，佫有一个问题个，就是讲，是唔是安尼款样咧？人承认人嘅罪，人悔改了，是唔是都算了咧 ？OK 了咧？佫有一个问题个，这个问题就是，一第这边讲咧，罪嘅公价是死亡，就是人犯罪要有付出一个代价。真正简单来讲，比如讲，人去换车，了路去弄到伊个车，了路在路错了，因为可能伊路红灯路无停，了伊闯灰路去弄到伊，了路嘛错咯。OK， 人错了，人承认人有罪了，有可能路掉三万，了有罪了。但是人是不是讲承认有罪，了该讲 sorry？了 ，OK， 人行走，无嘛？因为有一个代价，人要还伊。伊个车牌，人要赔伊，有一个代价。了，唔止人要赔伊，政府本是有立法讲，路弄人啊，了红灯无停，本是要付一个三万，可能几百块，所以有一个代价。了，刚刚讲到一个。人甲上帝的罪，人安尼款凊彩讲，这里啊承认人的罪了，人讲 ，sorry， 我咪做了，以后我咪去跋筊了，以后我咪去，会使甲了，会使了，还是比如讲啊，我这里为人讲，哎呦，太难了，安怎？所以这里代价是被好的，上帝袂使讲。听人的这个承认了，完全未记起这个应该得到的惩罚，啊是上帝那款呢？伊就唔是这个有公义的上帝，就是讲唔是 just 的上帝，阿摩是用这个字 just right， 就是讲公道啊，阿摩啊，人等人的是啊，福建话加讲加平常时话就是公道的个咯，就是讲这个人啊犯了错。了，伊安尼款好累了，伊都无输气了。了，伊面面对虾米款无好嘅结果。了，人也是看到安尼款事情，人通常讲，哎呦，公道啲个咯。啊，比如讲有个人一年有累，伊请一年好嘅老爷了，伊无罪了，审判无罪了。了，人会讲公道啲个咯。所以这相款嘅情形，人嘅人无心主政。犯咱个这罪，先做的是咱承认咱个罪，咱讲咱咪做了。但是这里讲到要行个，这里罪个代价是要行个。所以咱干那讲到这里承认悔改，其实是无够，因为罪个讲这里代价咧是死亡。所以来到咱第一要紧一点就是主耶稣的这边。这个代价，人所应该行的这个代价，人所应该受到的这个惩罚，人的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替人替人行掉了，就是讲基督耶稣已完成了人甲上帝和好的工作。人做的是什么？人做的是承认人的罪。人看这十九节安怎讲？这就是上帝的基督来叫世间人甲自己和好，无将一人的罪犯呢归到人身躯顶啊。这边讲到无将一人的犯的罪算小的一人身躯，就是讲无将人所犯的罪，人顶摆无信主前犯的，啊是有的人有时咱自己知影咱自己当中的犯掉，啊是。后摆，咱要犯虾米罪，咱不知。这个隆重的物件，耶稣
啲十字嘅钉是已经形成，即系就是嚟上帝真系有讲道嘅事情。所以咱未使讲基督教安尼应咩无讲道嘅咩？安尼看会接受安尼歹嘅人变做好嘅咩？咱唔是无讲道，上帝唔是无讲道，上帝已经形成一个应该咱应该受到惩罚了。因为安尼款，咱就是会讲到上帝甲人和好，当咱人承认咱的罪，咱悔改以后咧，基督耶稣完成的这个工作，都予咱人甲世间啊，甲予咱人甲上帝和好。所以，这并未在影讲咱甲上帝和好的这个工课。唔是靠咱人的力，是靠上帝力。行到是完成了的，咱人要做的是要让人知影，劝人悔改。但是悔改以后，要安怎来行这个效益？要安怎来完成这个啊，这个得救这个工作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这样劝人，他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说，这个让人跟上帝和好的这个时间呢，的结果呢，定就是成功的。因为这个结果不是靠着咱人的力，这个结果的这个让人跟神和好的这个时间呢，已经和耶稣在2000年前咱的时间两千年前，第十字架顶面完成了，这个赢过这个罪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完成了。咱要骨力，咱要思想，要让人知影这一点，不是凭人，是凭上帝。所以咱今日学到了，就是三项，怎么的，就是讲。头一项咧，甲上帝和好的人咧，是一个新造的人。咱是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咱看人的看法，就是甲上帝相关了。咱会看到的，就是讲需要得救的人。咱唔是看到讲歹人，还是好人，还是无上民族，还是无上国家。咱看到的，甲了人是被得救，因为。咱阁无甲上帝和好过，咱甲上帝和好了 ，OK， 好。但是咱要知影，要予伊看到，要予伊劝伊甲上帝和好。第二项，咱要知影是讲，咱个人个罪是甲上帝分裂个一个原因。咱也是无假走、无承认这个罪咧，咱真正肯靠甲上帝和好起来，就是像甲人甲人个款。迄、那个罪恶的物件无解决掉咧，是白。但是这是人会做的，人要知影人的罪，人要知影悔改。第三，这个悔改了，罪的代价、公价，耶稣已经来甲人完成了。所以这个罪的代价，行这个罪的效，也是人的所要有的付出。咱无需要阁要讲，咱要牺牲什么？咱无需要讲，咱要跪落十二点钟，还是咱要磕头安尼款济物件。咱无，唔是讲无需要做，咱完全无办法做了来行。就是讲，无管咱安怎死个跪八拜分好啦，咱本没办法来行清咱。得罪上帝的罪迄个代价，干那罪会做咧？干那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工课，唔是人会搞，唔是人本会使讲，其实唔是讲人教会就好，还是人的这个唱歌就好，还是人祈祷这个参加这个敬拜哇，伊安尼流泪安尼爽感觉哇，人真啊感动安尼款。其实这个是咱甲上帝沟通，特别咱要记讲，上帝的
更已经完成了，不是说我们当今特别高来和上帝完成了这个救赎工作，我们要一起一起支持。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今是 Lent season， 大灾期九加四个月就是过完节，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不只是短短时间来思想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其实时时要想，但是这个时间是特别提醒给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我们的罪呢，跟上帝和我们跟上帝分离了。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工，他已经还清了我们罪恶应该担的那个担子，我们不会记住这点，我们来当心我们的祈祷。请主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圣经节，让我们在听到说主耶稣你已经还清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罪的公价，让我们每一个人心来圣经圣经吹光光路是主，来让我们大家人的悔来悔改，悔改了往在样往这信心主耶稣已经接受已经完成了我们罪的这代价，求主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人，和我们的朋友分享的时出来人分享的时有这样看的这个知影，按照看讲的知影，使我们的聪明按照来将这个信息来传出。我们祈祷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了真道过后，让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来确立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念：我是全能的白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伊独世的子，人的主耶稣基督，伊对圣灵的权柄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在本丢比立多接来受苦，钉第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了复活，前后就地，搭地坐伫全能的白上帝的遮柄，被告对下来，信化活人是人。我信圣灵，各信当中的圣徒合这日的圣会。我信圣徒三通，得着赦免罪过，得着神父对死复活。我信应承，阿门。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把我们的奉献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以奉献祷文祷告。改变人心的上帝，愿你使我们的心充满从你而来的爱，好让我们顾念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并慷慨做出奉献，让基督的名被知晓，让天国的福音被传扬。阿们。在这个时刻，如果你要进行网上银行转账来奉献的话，你可以透过 PowerPoint 所呈现的资料，还有这个 Zoom Chat 所呈现的这个资料来进行网上银行转账。如果你需要收据的话，你把你的转账单透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我们教会的 email 和手机号码。当然你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奉献。你可以用你的这个M-Bank 的 Right Now 的这个 Scan， 或者你可以用这个 Touch and Go 的 Scan 来扫描，然后你就可以进行奉献的。这个就是你用电话来进行扫描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个扫描器对准这个 Screen 的这个 QR Code， 然后就可以进行扫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把这个图画下载下来，然后透过Scan from Image Gallery 来进行扫描。当我们来进行奉献的时候，在这里有几项报告要带给大家。首先在这里要谢谢属羊弟兄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在这里也要欢迎每一位出席的朋友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 Zoom 的还是在 YouTube 的，都要欢迎你们出席。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你请你上一个 slide，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请你 scan 这个 QR code， 然后来填写这个 Google Form， 方便我们可以与你保持联系。
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这个实体崇拜，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四月一日将会完全开放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会在四月的第一个礼拜恢复我们的实体崇拜。那么要记得，我们的实体崇拜不是11:30早上，而是在11:00，就好像我们平时的实体崇拜一样，早上11:00。那么这两场崇拜呢，也会在 Zoom 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所以如果你觉得还不安全，你不想来的话，你也可以在 Zoom 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崇拜。那么如果你想来崇拜的话，请记得我们崇拜的人数只有80以内，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如果你要来的话，同时你要记得这个标准的操作程序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你要完全接种过疫苗的人才能参与，然后第二点就是上午9:00的英文崇拜需要登记，除非你是来复健堂崇拜，你就不用登记。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正确的佩戴口罩，所以记得弟兄姐妹们，你要戴口罩，你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或者人身距离，除非你是来自同一个家庭，还有我们教会场所不会有任何的食物团契，所以你来崇拜之前记得要吃饱饱，或者你崇拜过后你才去吃东西。接下来的是有关英文堂的这个报告，我们将会在下周进行这个Seven Songs Seminar。这个 Seven Songs 将会是由我们的主任牧师Pastor Ronald Yap， 他将来为我们讲解这个仆人之歌。这个仆人之歌的讲解呢，是与我们的大灾节有息息相关，所以如果你想认识有关这个以赛亚记所记录的仆人之歌，你可以来参加报名这个的Seminar。 我们三一联谊会呢将会做这个有关家庭考察的这个报告，所以呢这个考察呢将会在4月10日开始，然后在5月1日结束。所以在这个礼拜过后呢，我们将会发送一个 link 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填写这个Google 表格，以便我们身为三一联谊会这个卫理公会，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每一个教会的家庭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当我们收集了不同的这个数据过后呢，可能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讲座来 cater 给我们的需要。我们教会仍然需要聘请会计行政人员，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 apply for 这个的职位。如果你有认识哪一个朋友的话，他们有这个资格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 link 给他们，方便他们可以来报名，或者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 interview。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颂。地也漫漫，万国万边，敬拜上帝，别听圣灵，俄罗斯米也提上帝，尊雅流传一道万世，阿们。让我们来请罗家兴弟兄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回应这首结束诗歌，全心的你。对于未来没有一点心。
们来领受祝福。愿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装备我们，更新我们，差遣我们，使我们身为这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去到我们非信徒的朋友家人当中，把这个与人和好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崇拜就此结束，愿主祝福大家。如果你想要来参与我们的团契，你可以打开你的麦，打开你的 video， 我们可以彼此向大家 say。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耶稣爱你，耶稣疼你。